好，现在开始吗？端午节快到了，今天，这个视频到时候是要发的。粘合关斗。哦，那这样，我正好拍点。让你搞。哈哈哈哈哈！我这个很简单，就是一个人拍就行，你们想想词儿。我需要跟你去前楼，跟你去搞一个棉棉的尿垫吗？啊，不用不用不用了，不用了不用了，算了，对，化了妆的我就不带不带了。你需要手机支架吗？不用。让我们记住这个。不用。端午节要到了，今天教大家包个粽子。是不是还得来一次啊？是不是还得来一次？不用，我得运镜。今天你需要准备一袋大米，几个大枣，一捆毛线和大树叶子，还有一盆凉水。跟我读江米，用咱们八二年的小手给他搁了。然后如果开包的话，是不是就得先拿粽子叶了？哇天，先拿粽子叶，还得有一下子。然后咱们准备三片树叶，给它卷成一个小碗，像这样。然后我知道必须上火了，对吧？不然没有意思。这样上火了，对吧？OK， 这条可以了。你的胳膊，你手上全是米，手上全是米。没关系，然后再添点。哎呦，你可以好了，先把你这条袖子的米摘掉吧。不用不用，一直进行下去。行。连贯。这条线。对。虽然咱们得接戏。造了假，还是用手再夹了进去点。放心，你用手夹进去这点，我会帮你放出来。然后 OK， 继续。然后咱们在里边放入一颗大枣，放入一颗大枣 ，OK， 这也行。然后就包起来呗。觉得上面应该再盖一点点，你应该再把米往上面再盖一点，把枣藏起来。嗯，多好了吗？你礼貌吗 ？OK， 神经病。OK， 现在下一步就给它，就是叶子上去之后拿绳捆。对对对，哎，太聪明了。这种就行。对对对，先松开，先松开。好了，三二一，祝大家啊端午安康。祝大家端午安康。怎么开动了呀？粽子吐了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要出意外，粽子说了。所以你是甜粽党还是咸粽党？